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2019年9月12号早上3点多。要解决头痛啊，后肢痛，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看到一碗水呀，所以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在游啊。有个黑色的东西在游啊，黑色的东西在游啊，那长江啊，长江里有黑色的东西在游啊，黑色的东西游啊，黑色的东西游啊，哎，有黑色的东西游啊。看看这个脚，看看这里有脚啊。看上去有脚，有黑色东西在游，看上去有脚，有四个脚，那个长长的，那个样子啊，像鳄鱼，也像那个蜥蜴啊，也像蜥蜴啊，四个脚，看上去又像龙，又像龙，然后呢？现在光线没亮啊，我暗一点啊。那你暗点啊，在水里游，黑眼球在水里游，在水里游。本来这个东西啊，是在那个四川的那个山里边的，山里边的，永远没到过长江里边，永远不把长江走在山里边的。但这次呢，塌方一个，那边那个山体滑坡塌方之类以后呢，被他就赶到了长江里了。赶到长江里边哈，它就变得居无定所了，所以在那个水上游啊，所以呢，大家以前没见过这个东西，以前没这个东西，是四川的，盆地在山里边，不到水里来的，所以你看它游的时候比较吃力啊，游的时候比较吃力啊，平时它不在水里边，而是在山里的，现在没地方去了，在那个，长江三峡那在那个水里边在游荡，在三角长江三峡那边的水里在游荡，大概这个东西有4米多，有四米多长，长了再长一段时间就变5米长了，五米长了，是在那个山里的，不是在水里的，因为塌方一个就没地方去了，才跑到长江里的，好。是看到这么一个东西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我收下子，刚才临牌不是头痛嘛，头痛了以后，后来看到一个黑色的一个东西在长江里游啊，实际上什么呢？刚才的朋友啊发来一个视频，我也不知道什么视频，打开啊。是在9月11号那天，就昨天，有人在长江里拍到的，拍到以后呢，就放到网上了，也不知这个什么东西啊。我呢，人家给我一个视频呢，我就点开给他，刚才看了一下，看了一下一个，是我看了没有多久一个就头痛了。
对，叫长江坝区县神秘龙样水怪，对，就看了这个。刚才看了那个以后啊，后来头痛了，但我没想到是这个啊，临牌了才知道是这个东西啊。